歌手陈绮贞，她在小巨蛋来开唱。她这次的造型呢，是以红色的面罩，非常的特别，虽然是遮住了半张脸哦，不过长长的头巾呢，随着风吹得半天高，也相当的独特。而陈绮贞呢，在舞台上面呢，有秀出了苦练多时的六种乐器，还和台上的乐手来一个大 PK， 让现场歌迷真是又惊又喜。脸上挂着红色面罩，长长的头巾随风飘逸，歌手陈绮贞在舞台上热力开唱。年底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四场演唱会，八号晚间就是最后一场。现场不仅与歌迷同乐，还和台上乐手来个大 PK。竖琴 PK 钢琴之外，贝斯、落地鼓、乌克丽丽同样难不倒他。陈绮贞秀出苦练多时的六种乐器，要让歌迷们耳目一新。听得如痴如醉，要用陈绮贞独特的嗓音为美好的周日夜晚画下句点。记者徐宏志台北报道。